好久不见的昆凌19日美美出席代言活动，整个人冒粉红泡泡，原来是周董这样贴心照顾。比较温馨啊，很暖的事情。就是在家煮饭吧，我觉得还蛮温馨的。他会做什么菜？拿手料理。拿手料理哦，但拿手料理每次都不太一样，就一阵子如果我们去吃到好吃的，他就会有他新的拿手料理。真的，所以他厨艺是好的吗？还不错。哦，100分的男人。他就是演唱会是搭很关系，好像状况对状况怎么样？身体好，他身体好多了，然后他现在状态已经恢复了，嗯，有一点对，但是因为我就有去询问，后来就已经都OK 了，所以就对。然后过去陪他吗？还是那时候你人就在那？哦，有，就隔天就飞过去了。嗯，好暖啊！他知道你有说什么吗？说什么？没有，我觉得就是在旁边应该是最大的支持。接下来要做些什么？接下来哦，尤其是有还蛮多事情还在规划，对，所以等到有确定的话就会跟大家分享。好像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，对。最近在忙些什么？就是很日常啊，就在增进自己，然后有一些培养自己新的兴趣，像是什么？像是网球啊，然后像是在学新的语言啊，对，嗯，这次出来感觉好像状态有点非常好，冒粉红泡泡啊，真的吗？谢谢，我以为要说什么别的。有什么吗？没有啊，因为就是在这个里面很幸福，在博士里面逛街有种很幸福的氛围。还是有什么新的喜讯要跟大家分享？没有啊，就是很正常。对，嗯 ，OK 吗？可以吗？谢谢蝴蝶，蝴蝶，谢谢，反正谢谢。